持续练胸部之后，奶奶就不会像以前这样骑摩托车在那边派我水里。今天就来见奶奶练胸部，前半段一些徒手动作，后半段加强负荷，套上阻力带，适合像我这样上肢无力，妈妈手成成年旧伤，手腕不好，我这样练胸部。想当年不当奶妈很多年了，两串布袋奶还是垂在那飘啊荡的。前阵子我鼓起了12万分的勇气，分享了我没有运动内衣支撑的真实胸型。我并不是一个很有料的女人，但是说真的，我并没有为此而感到很惋惜。曾经啊，我也是一个很丰腴的女人，经历疯狂的减脂之后瘦下来，发现太瘦会失去一些东西。最让我痛心的还是干瘪的奶奶。离乳之后，疯狂减脂之后，我的胸膛整个呈现布袋奶的状态，整个胸部不但爆起，而且还是皱的。持续健身的这几年，虽然没有像他们说的那种奇迹可以前进好几个罩杯，但是至少已经不是布袋奶。减肥带走了脂肪，色约带走了胶原蛋白，但我们不一定要风中摇曳，当那根风中缠足，过了通乳弯的时期，奶奶的 size 可能已经无法透过自然的方式改变了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自己感觉脆弱的时候拍拍胸脯，告诉自己好歹自己还是一条汉子，把胸部练紧实了，当个有胸襟的女人，就算不能大而美，也要小而挺。前五个动作，平常用自己的体重就可以多练习，用阻力带增强负荷，强迫胸肌成长，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受限于我手腕的旧伤，还有很多更有效的动作还不能做，但是练胸不能等啊！今天就是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了。手肘立在肩膀的上面，身体挺起来，脚做一个人字形，身体往下转，让胸部这边整个受力往下转， 3, 2, 张开 ，One Go。3, 2, 1 Stop。 侧身挤压胸膛，然后往前抱住患肢，想象自己奶奶这么硕大，紧紧抱住。 3, 2, 1 Go。3, 2, 1 Stop. Rest. 肩膀手掌对齐，脚交叉45度，往下 3, 再往上 2, 1 Go。3, 2, 1 Stop. Rest. 龟兹狗趴，如果拿一本书垫高单侧，可以帮助自己集中单侧胸胸的感觉。 3, 2, 1 Go. 3, 2, 1 Stop. Rest. 手合掌或者是握住书本，这样挤压整个胸往前往后弹弹往上，这样往前凸，夹一个东西是为了让自己更集中发力。 3, 2, 1 Go. 3, 2, 1 Stop. 合掌互相挤压，假装自己有够夹住秘籍，起身的时候腹部会很紧绷，借以提醒胸部一起紧张起来。 Go.
3, 2, 1, stop, press. 核心绷紧，胸肌推着地板，这样子轮流拍胸脯，尽量不要让身体这样左右摆动。3, 2, 1, go.3, 2, 1, stop, press. 撑着地板，单手拍拍胸脯，不要垂头丧气，虽小也撑得上，是条汉子。3, 2, 1, go. Three, two, one, stop, press. 往上抬起来，然后放在胸部下面，把身体整个撑起来，然后放下，慢慢的。3, 2, 1, go. 3, 2, 1, stop, press. 粘到地上，双手超展开，核心收紧，把地板推开，手放在胸下的位置，召唤出奶奶的斗志。3, 2, 1, go. 3, 2, 1, stop. 把阻力带绕过自己肩膀的正后方，手套过去之后，这样夹胸，这只手可以顺便摸摸看，有没有用到胸肌的力量。3, 2, 1, go. 3, 2, 1, stop, press. 带子绕过肩膀，手平举，另一只手压住带子的同时，感受自己胸肌有没有起伏。3, 2, 1, go. 3, 2, 1, stop, press. 同手同脚往前，如果手腕一开始觉得负荷太重的话，可以两手合掌，这样子。3, 2, 1, go. 3, 2, 1, stop, press. 两手往侧边举高，不是真的要砍下去，只是要下下注而已。3, 2, 1, go. 可以看着镜子，看看自己的胸部这边有没有在认真的起伏。3, 2, 1, stop, press. 脚踩在袋子上面，身体重心稍微往前一点，这样往两边展开。现在是在夹胸这里哦，大鹏展翅。3, 2, 1, go. 3, 2, 1, stop, press. 肩膀不要耸，用上胸与手臂的力量。3, 2, 1, go.
3, 2, 1, stop. 第一单，从手腕这边上来，如果太松的话，转一圈，再拉。3, 2, 1, stop. 手肘成直角往后拉，胸部是吹不动的风帆，再怎么样也要保持张扬。3, 2, 1, go. 胸部往下夹，整个胸肌硬起来之后，往自己的脸拉。好，先不要太往前的，就往自己这边夹，不然真的会打脸哦。双臂夹住木瓜树，把袋子往自己脸上戴。3, 2, 1, stop, press. 结束之后，手腕、手心松一松，胸肌平常要练习放松一下。我就是用我自己的骨头放这样秀出腋下，然后从腋下这边戳进去，这样子揉揉揉揉，自己帮助胸肌放松，不然练完的话整个后背也会很痛。好，先这样。看到很多资讯说什么可以把胸部从 B 罩杯变成 D 罩杯、 F 罩杯，吃一点什么喝一点什么就可以通乳啊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吼，乳腺早就长好了嗦。胖一点的时候胸部会变大，像我现在生理期胸部会稍微长大一点点，但是又要体脂低又要胸部大，不是没有，那都是天选之人。如果天生基因里没有木瓜，那我们就努力把花圃垫高，持续的锻炼会把皮肤的代谢变好，皮会慢慢变得比较不皱，肚皮也是哦，胸部底下的肌肉慢慢的保障起来，胸型也许无法回到像少女时代或者是体脂高的时候这么浑圆坚挺，但至少它可以从 TT 变成 UU。 这样讲好像很会花，不知道会不会教起的斗志。练胸的好处很多的，连手背、肩背线条、掰掰袖都会改善的，不管是不是胸有成竹、胸有大志，我觉得可以让体态看起来更有精神，而且还不用花大钱用汗水去换，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。